到日本都喜欢去尝尝精致的甜点，台北有一家五星级饭店请来了日本国际甜点比赛的常胜军大师来台湾，不管是巧克力啦，或是柳橙结合牛奶巧克力的山吹栗汤花，都令人十分大动。谢谢您收看这节中式晚安六新闻，我是胡志成，也是赖，祝你有个好梦，明天晚上11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